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我来自祖国的边陲云南，而我的家乡又是全省极为贫困的县份之一。去年11月份曾遭受两次严重的地震灾害的鲁甸县，也许各位在许多新闻媒体上已经有所闻了。曾记得有一位作家曾写过这样一篇短文，名字叫《走出去》。 他在该文的开头这样写道：“走出屋子，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走出大山，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安拉，今天安拉相助，我走出了大山，希望安拉能让我找到人生真正的起点。今天我带来的题目就是找准人生的起点。”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أفمن أسس بنيانه على تقوى من الله ورضوان خير أمن أسس بنيانه على شفا جرف نهر فانهار به في نار جهنم والله لا يهدي القوم الظالمين.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伟大的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以敬畏真主，并祈求真主的喜悦为地基者更好呢？还是以清垂的悬崖的边缘为地基，因而随着坠入火狱者更好呢？”真主不引导不义的民众。古兰经9章109节，先知算拉胡阿勒希瓦桑那么也告诫我们说 ：“Innamal a'malu binniyat， 所有的工作都是以自己的信念为转移的。” 巴哈里圣训集：我们的生日是生命的起点，小溪是大海的起点，种子是希望的起点，沙粒是高塔的起点，信念是成功的起点，春天是收获的起点，清真言是信仰的起点，也是乐园的起点，今生是后世的起点。 在生命的原野和人生的旅途上，起点无处不在。一个人选好了起点，举好了镊子，就等于找准了成功的方向；一件事选对了起点，就等于开创了美好结局的一半；一个目标划分好了起点，就等于缩短了与成功的距离。起点有高有低，有小有大，有好有坏，有近有远。 起点往往以小而见大，好比千里大堤，微不足道的一穴是瓦解它的小起点，更是致命的起点。好比挺拔的参天大树，幼芽是它迎风淋雨能否成才的关键起点。如果幼芽弱不经风，不经受风雨的洗礼，怎么能长成栋梁之材呢？站得高看得远。 好比巍峨的山峰，如果没有山脚的沙石作为起点，怎会有高瞻远瞩的壮阔画卷？又如我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坚教授，他曾为祖国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外交官，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介绍给了许多阿拉伯国家，并为我教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著作和翻译了许多经典。 尤其是伟大古兰经的翻译，如果没有他的劣迹，没有阿里本巴塔萨作为起点，他又怎会成为名扬海内外的、深受广大穆斯林爱戴的学者呢？再如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算拉拉胡阿勒希瓦桑那么
如果他们有坚强的信念和 La ilaha illallah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作为他的起点，他又怎会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的百位伟人之首呢？怎么会使伊斯兰传播全球而经历了十四个世纪依然强大不衰呢？也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站在较低的起点上，我们不可能修改人生的长度，但我们可以修改人生的宽度和深度。如果不能拥有美好的人生，那必须拥有美好的人生观。让毅力作桨，信念作风，善功为船，以小河流为起点，乘风破浪，风雨无阻，定会抵达理想的彼岸，定能获得安拉的慈名。精卫填海，起点只有嘴里的一口泥土，然而传说中的他还是以不起眼的一口口泥土填满了大海。愚公愚山，起点只有一副担子，然而他并没有被王屋太行两座大山吓倒，最终开辟了一条坦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点也只有那么很少的几个成员，但由于他们一心为人民服务，取得了民心，不断发展壮大，最后领到中国人民夺取了胜利，解放了全中国。伟大的安拉说，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ثل الذين ينفقون أموالهم في سبيل الله كمثل حبة أنبتت سبع سنابل في كل سنبلة مئة حبة والله يضاعف لمن يشاء والله واسع عليم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伟大的安拉说，为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譬如一个农夫播下一颗谷种，发出七穗，每穗结出一百颗谷粒，真主加倍的报酬他所抑郁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古兰经二章二百六十一节。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索拉拉胡阿勒伊瓦桑姆也说，那么安法格纳法格坦菲斯比林勒古提达斯拉胡比萨布埃米阿基多，谁为主道费用了一文钱，那么真主要为他定写七百倍的回报。乃塞伊圣训集。以上古兰圣训均说明了一个问题，只要有好的举意，好的起点，一定能够获得百倍、千倍、万倍甚至更多的回报。不同的起点蕴含着不同的力量，也预示着不同的结局。例如那些吸食毒品的人，就由于他以一小点白粉为起点，而最终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嗜酒如命的驾驶员，由于他以一小滴酒为起点，而使无数的无辜尸骨横飞。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灰姑娘会变成美丽的仙女，恶人会变成善人，真主恼恨的人会变成真主喜悦的人。就看你的举意，就看你的起点如何。我们何必会站在低的起点上而抱怨、彷徨、自卑、叹息呢？起点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向更高目标看齐的勇气。起点小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化小为大的毅力。老年的教包们，你们不要以生不逢时为借口，总是说年轻时候没有学过念经，因此现在不会礼拜，不会念经，从而一天天的在公园里、麻将桌前将残余的生命耗尽。你应当以你的右脚走进清真寺为起点，应当以安拉胡阿斯巴尔作为拜主的起点，从而在敬主拜主的道路上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尽管你欠下的遮拜还很多，但也许安拉会请着你的好的起点、好的举意来饶恕你的一切过错。中年的教包们，调高你们的起点吧，不要以社会交往复杂、事务繁忙为借口，不要总是说等退休或者上了年纪才来干善功，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在何时结束。请把你们学习念清真言作为认主的起点，新的希望就在后面等待着你们。
青少年朋友们，转化你们的起点吧，变懒惰为勤奋，国家的繁荣，教民的兴旺正期待着你们去营造，去奋斗。分解你们的起点吧，人生崭新的书页正期待着你们去书写。忏悔的大门还敞开着，还等待着我们虔诚地向安拉忏悔。安拉为我们准备的天堂大门正敞开着，正等待着我们迈进。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演讲，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好起点。求安拉相助，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伊上了，教班们，让我们找准人生的起点吧，安拉一定会相助我们的。阿明瓦拉哈姆杜林拉希拉比拉阿拉米。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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